要有吃就行了，别打。对，是人家，你吃饭没有？那个，这我吃一顿管一个月，怎么没吃嘛？我吃的东西跟你们不一样，你们吃的都是那个，你们吃的是软的，我吃的是硬的，知道吗？像那个石头我都可以吃，知道吗？哦，实在不，你们吃得了吗？你们肯定吃不了。我吃的东西硬，它不容易消化，所以吃一个月，吃一次管一个月。哦，你看吃的我这不消化打嗝了吗？你看，主播三天吃一顿，那是三天饿九顿。感谢一只猫咪的灯牌，哦，小星星，人气票。吃石头，我吃的是硬的，你们吃软的，你们吃软饭，我吃硬饭。所以不一样，知道吗？我吃的饭那个都不容易消化，有的我有，你们有三，你们有一个胃，我有三个胃，知道吗？我藏得多，我藏得多，我吃得多，我藏得多。你看像那个肾里面也藏，胆里面有藏，你们藏了没有嘛？但有的我有肾结石、胆结石，都是因为吃这石头，都是吃石头去藏在那里。到时候也饿了，我又把它消化了，知道吗？哦，所以那天去检查，那个医生说怎么肿满了？我说没关系，肿满了，这些肿满了，他就手就不会那么饿。哦，感谢贞子的爱你哦，谢谢。他说昨天我又去量血压的时候，我去看了一下，他说咦怎么没有了？我说消化了。他说没有了，他说你来个石头，我说没有就好了嘛，这是消化了嘛，这，所以你们，是不是藏得多嘛，这个石头都能消化，你说这不是减了很多事嘛，这样。昨天那个早上嘛，吃了就行了嘛，还要拿？你看你那个有吃的就行了，还要带，不能打包带走。这个只能吃不能带，知道吗？你以为是去吃大鞋呀？啊？你看，还有，哎呦，我两个朋友打架了，你看，上，哎，对，别动不就这，感谢贞子的大墨镜啊，谢谢啊，感谢地球十一个大啤酒，谢谢大家，来了，兄弟们，我们又上人了，抖爸爸又给咱们家上人了，我们人手来个人气票，不要一直都绑上那几个上。有条件的我们人手来个小星星人气票，下去了，吃这些，你这又要吃又要打包了，这哪里有这个条，哪里有这么这个事情，这么好的事情嘛？这个真的是，一天天的真的是，这又要吃又要打包，哪里行嘛？这个这大家一个吃一点嘛，真的是，哪里行啊？真的是，哪个给你们规定的可以打包嘛？我去那个餐馆吃。那天我去吃快餐，知道吗？我吃了一半，我说老板，我要上厕所。他说怎么了？我说你拿个打包的给我打一下嘛。他说你有没有搞错？这个快餐店还能打包？那你吃饱了，你又打一顿回去，你不是吃两顿了？你，我说怎么可能？我说我肚子要上大厕所的。他说你不能把那个肚子腾空了再来吃嘛？你这个不是搞笑的很吗？你真的是，我跟那个老板，人家最后我跟那老板吵起来了。那老板说你去问那个哪个快餐店会让你吃这吃了还要打包，哪个那我这个店不用开了，就给那不是开给你开垮台了吗？最后我跟他吵了一下。然后我想一下，人家说的也是道理。万一你吃到一半，你都吃饱了，你说吃饱了，你又去打一包回去，人家不是真的不是又那个，又不是吃又不是，
又不是你人家不是亏了吗？真的是，那老板就不让我打包，他说你真的是搞笑得很，他说，哎呦，真的是，你哪里有办法？你真正没办法的，这有些东西你得，你像你去吃快餐店，我有一个朋友，哪天我带来给你们看啊，那个朋友，我那个朋友220多斤，那家伙去吃快餐，人家老板都不要他吃，知道吗？哦，他以前在那个红富士做义工，知道吗？那家伙去吃，感谢是我妈妈的灯牌。那个去快餐店吃那个吃饭，人家老板都不要他吃，他吃的太凶了，知道吗？他一个人能吃三个人的饭，那个肚子比像那个肚子不知道怎么那么大成的。然后那个老板说，一看到他去就不要他去吃，他就专门吃人家肉，人家那个红烧肉，他一逮到了就是两碗。妈耶，他说我卖给你15块钱一份，你搞两碗，那不是搞两碗回锅红烧肉，你专门选那个肉吃。他说，我说你吃点洋芋不行吗？你非要吃你人家肉干嘛？他说我好几天没吃肉，他说，那人家老板就不卖给他了，知道吗？对，真的吗？感谢师妹，谢谢，做好自己啊。感谢，谢谢那个吃青菜，谢谢啊，谢谢，感谢大家小心心啊。感谢点赞的朋友，谢谢。那个猴王来了，那个猴王上来了。所以现在我那个朋友去哪里吃，人家都知道他了，知道吗？哦，他不是朋友，他是呢，我跟你说，他也那个人也蛮可怜的，说实话，他那个妈妈不在了，知道吗？他那个爸爸也不在了，他跟他外婆在，知道吗？他在家我呢。他那个从小就有没也是那个到处跑，就是哪里就是相当于就哪里好玩的，人家哪里办酒席，他就去那里凑热闹，他就去凑热闹呢，他就人家办酒席，他就在那里吃，办几天他吃几天，知道吗？就那个网络上传的那种守村人，知道吗？他从小就是这样，知道吗？没读什么书。然后他现在就是以那个去那个红富士给人家收了，给那寺庙给人家收那个票，知道吗？就是人家进去不是要买票进去吗？他2块钱，他就去那里检票，然后检，他就在那里给人家看啊，看到那个人家叫他上班他又不上，他就说你给我吃饭就行了，他就一天就管他三顿饭。他肚子饿了，他去那里看票。哦，哪天我把他叫过来啊，我给你看一下，给你们看一下。他那个这，我叫他说，人家说给他一点钱，叫他去那里上班，他又不愿意，知道吗？所以这家伙也蛮好玩的。感谢点赞的主播在说谁？我认识的那个小朋友，哎，要跑下山了吗？这是，完了，他们下山了，我感觉下山了，猴群下山了。你瞎掰，那个搅屎棍来了。什么瞎掰，哪天我把他叫过来，哪天我叫他过来，我叫来的过来，我给你们看。我有很多朋友的，我的朋友都是那种不分的哦，管他是什么，就是人家那个流浪汉也是我朋友，那个
现实当中反正什么样的人我都给人家做得了朋友。感谢点赞的朋友。哎，老铁们，我们上人了，我们人手来个小星星来。干架了，跟那个猴子吵架了。好，感谢来，我们人手来个小星星来。啊，有条件的，领了小猴跟着爸爸过来。那个小猴跟着爸爸跑，没走啊，亮仔还在这里啊。看一下，亮仔还在这里啊，亮仔。